好，现在呢要来装这个车车给大家看。首先呢就是这个靠盘，然后装两个支架，两个支架装进去。好，那这个给我。这个要垫高，对不对？这个先拿起来。他会自己装了，小爱爸好聪明。对啊，等一下上面的给你装好不好？妈妈帮你装下面好不好？哇！接下来换你，那就变一个大的烤盘。帅宝，你怎么会装？这样会装，对，对准。我这样会装。你这样会装。也想起音。哇！哇，那么厉害哦！太棒了！你太棒了！接下来这个，你看它的车顶，车顶，车顶这样子。哦，感觉快出来了哦。这个在哪里？欸，他知道上面呢，他说这里上面。小爱宝，这样你会了吗？这样会。这样会哦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在哪里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哇，好聪明哦！你怎么知道？好，那这个呢？这边，对，这里的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！那这个呢？我会。那个是这个形状应该是那一边的。有分啊。有分有分。这个是那个的水宝。那你那个给妈妈。对，那个是那一个的。因为它那边是有一点圆弧形嘛。好，扣上去压下去就好了。有吗？有。好。OK。哇，那这个你会装吗？这是右边。哇，对，右边。甩宝会装哎。那这个呢？在这边。哇。哦，你知道哎。啊，少一块哎，啊这里。他知道哎，哦，压下去哦，知道哦。哦，我跟各位说，其实这台车他已经玩一个礼拜了。我们想说好像没有排开箱给大家看，这样子烤肉转一转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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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！这边是这里的。这边，这边，我觉得它这边有点不是很好，因为它都会跑起来。这个，哦，它没办法压下去。我压下去。烤肉。还要架。那就这样，就是放这上去，那个太斜了会倒。完成，玩完嘞，还有一个盘子。